你知道拉力赛吗？拉力赛是最孤独的一种比赛，每一秒都是全力以赴的，一直往前冲。这是哪儿啊？前一段我重新读档了。有没有一种让一个人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的疾病？回来了，都回来了。你觉不觉得他的开法特别像直播？所以我的第二人格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张弛。刹车点满半秒，出完全影。车手永远要全力。有氧。昨天的失败是最后一次，从明天起，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，我都要堂堂正正的赢。以后飞驰再也不是个小车队了，我要逆天改命。这剧情无敌了，我特别喜欢，这放在影视作品里都很好。